go.非常的火，叫人穷莫骑美娇骑，不信你问武大郎。说得好，但是大家可能对武大郎有误解，他可一点都不穷，人家可是一个残疾人个体工商户，靠卖炊饼买了一套几百十米的连体别墅，沿街两层楼，可以商住两用，关键是媳妇儿还不用上班，这些你都能做到哦。开玩笑了，兄弟，那可是要票子的呀。那我们也不要老是去说别人人上气，上气，不要去羡慕嫉妒恨，没用。那我们应该反思，同样都是傻，为什么自己没钱？或者说，既然自己比别人聪明，那为什么人家傻子都比我们有钱？